在我家的对面有一条小河，小河里面住着几只我从小养的鹅，他们吃的水，睡的吃，还只是想点歌，他们的日子过得多快活。就在鹅的河对面住着一条长河，小长河家里每天晚上都会生篝火，哎呦我的鹅，就请你们请你帮帮帮我，让他们在我身上写支歌。小屋子湖光照大地，照亮我也照亮你，宛如清风拂白衣，变得一人稀，嘿你说喜不喜，嘿呦我的鹅，你们赶快去不喝，快把我的小情歌送给小人们，良辰美景三十里，路上好心情，哎呦我的鹅，你知道我在想什么，小长河到底有没有听到我的歌，黄昏世界匆匆过，爱情不用考虑的太多，是我家门前那条河，小河里面住着几只是我家养的鹅，虽然河对面的小长河已变成老伯伯，如今他在我家里起过，眼前人歌声歌，他们都长大了，左手白纸右手鹅，玩得多快活，他们排排队排排队排队去逛河，我又看到了身上那只鸽，羞涩湖光照大地，照亮我也照亮你，晚清风拂白衣，变得一人稀，嘿你说行不行，哎呦我的鹅，你们赶快去不喝，快把我的小军哥送个小灯鹅，良辰美景三十里，路上好心情，哎呦我的鹅，你知道我在想什么，在唱歌到底有没有听到我的歌，幸福的时光总是那么容易的度过，所以呢，我不会再让你们都再次离开我。谁呀、啊？这个脖子不睡觉的搞什么样子？哎呀，我去！还不睡觉过去了，马上好，马上好，我对不起啊，排练呢。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。我的鹅，你们赶快去个河，快把我的小情歌送给小长河，良辰美景三十里，路上好心情，哎呦我的鹅，你知道我在想什么，小长河到底有没有听到我的歌，花花世界匆匆过，爱情不用考虑的太多，哎呦我的鹅，你们赶快去过河，快把我的小情歌送给小长河，良辰美景三十里，路上好心情，哎呦我的鹅，你知道我在想什么，小长河到底有没有听到我的歌，花花世界匆匆过，爱情不用考虑的太多，勾肩满汉全息新生活，就是那雅哈，少年音，我本身也是少年音啊，我是青年音啊，我是少年音，对对对，我是少年音，其实本来也是少年音的，但是因为苦情歌唱的比较多嘛，可能就略显得有一点，对吧？其实正常的，正常来说的话，还是个少年音的。你们要是不认识我的话，假如说我是刚来满汉的话，你们听到我这个声音肯定说，哎，小哥哥今年是不是十五六岁啊，听声音好年轻啊，但是毕竟来的年头稍微有点有一丢丢长了，所以说你们对我很熟悉的，你们就会不会那么想了啊，知道吧？因为你们也知道我的年纪，对吧？如果说我是，我看看今天周几啊，如果我是上周日刚考进来的歌手的话，你们肯定会，哇小哥哥唱歌好好听，哇小哥哥一定很年轻，一定十五六吧，
小哥哥有没有群呀、啊？我加你的群，小哥哥。小哥哥，我好喜欢你啊！你多大了，小哥哥？你长得很帅吧？你为什么叫黑水呀、啊？哇，好酷的名字呀！小哥哥，小哥哥，你有对象吗？小哥哥，你得很年轻吧？最高的神，我可以做你的姐姐吗，小哥哥？我也答应他。小哥哥，我最爱你了，小哥哥，快我进你的群，让我亲亲你，小哥哥。最深的海，但是这已经来了挺长时间了，所以说没办法了，回不到过去了，没办法了，我们不能，我们已经不能像最开始那样真心对真心了，对吧？我去倒点开水，回来再跟你们聊一下。我全都赢下，可是那匹曾经不知不觉骑过的白马，能满是飞驰吗？勇敢的少年种着梦里花，他曾以为永不会哭啊。如果明白了飞翔的代价，他还能如此英勇吗？首先你不是小哥哥，再然后满汉的妹子也不是那样的人，我这次考核我就抓截图啊，我但凡要抓到你形容你我就骂你，你们等着啊，就今天这帮人我一会儿都截个图，但凡考核谁要过去了之后第二天来唱歌，你们要发一些乱码七糟的话，我抓到你们我就骂你们，你们装上高冷了狗东西，你们装上高冷了，底下没等考过呢啊，就那个考官一说啊，今天那个咱们那个假如说啊，今天那个咱们啊沈渊啊，今天欢迎恭喜沈渊啊，咱今天这个实习啊古风实习是通过了的啊，下周期加油。紧接着公屏啊，新老婆啊，新老婆让我加群，哎我要进群，新老婆老婆老婆快让我进去，姐妹们谁拉我一把，让我进群，新老婆。啊老婆贴贴啊贴贴。啊老婆贴贴老婆。紧接着扣四零。小哥哥缺助理吧，小哥哥小哥哥小哥哥，你的群号是多少啊，小哥哥明天什么时候唱歌啊，可以告诉我一下吧，明天什么时候唱歌呀，哎小哥哥哈哈所以说我们之间啊就坦诚相待就好了，兄弟们，我也是作为曾经的一个月的小顶流，我也是过来人，兄弟们，所以说吧，什么话我都见过，你们吧跟水的也坦诚相见，水的也跟你们坦诚相见就完事儿了，知道吧，我又不是新人，我也不是来一天两天一个月俩月的，你们啥样我心里没数嘛，啊过气了，现在水的肯定是过气了，兄弟们说实话过气是肯定是过气了，就等哪天找个机会翻红一把呢，兄弟们。老人了，已经过气了，来个变鸟让你重回巅峰。哎呀，过不过气不重要，最起码现在水的混个好人缘，知道吧，混个脸熟，对吧，主持也好啊，唱歌也好啊，或者说各个方面也好啊，大家都知道了，这就已经够用了，说实话。你可太脸熟了。变鸟是啥呀，依依，什么是变鸟，他为什么老说变鸟啊，变鸟是首歌吗，我听一下来。变鸟。龙从龙说风从虎。龙从龙风从虎。什么东西，这是歌吗，龙从云
从龙是风从虎。怎么还不唱啊？选择怎么这么长？看那云梦山有个白云洞，洞中可有天书，学会大有用。让我去看看，多谢老公公。现在去不得，那儿有员工要的香炉，升起彩仙。员工说是上天，要等彩烟一消散，员工就要回山。这不喊麦吗？咱古风厅不让喊麦啊，兄弟们，这不喊麦吗？学会天书大有用处，记住黑白零八种法术，记住你要学会这一部天书，乘二阳三为百姓运用自熟，记住不能上飘忽倒书，记住黑体必然降碎于我。这歌挺好啊，一般吧。手玩忽和一定记住师傅，云从龙风从虎，员工让我学法术，云从龙风从虎，肚子上的鼓鼓，云从龙至今还没有听到他特别的地方。风从虎，妖狐妙计的天书，云从龙，风从虎，真不要脸相顾。天门开，地门开，仙姑今天下凡来。天门开，地门开，你是谁呀、啊？我是他爸爸。爸爸，我是你的真爸爸。爸爸，我才是你的爸爸。爸爸，我才是他爸爸。我是他爸，我是他爸，我是他爸，我是他爸。别吵了。把这些爸爸送回去。怎么一个爸爸也没了？你们都给我变鸟，变好多的鸟，变各种各样的鸟。我就喜欢变给我看，鸟儿鸟儿快出来，鸟儿鸟儿出来，鸟儿鸟儿出来。这什么傻子啊，自己变鸟我飞。云从龙风从虎，员工让我学法术，从龙风从虎，肚子上的鼓鼓，云从龙风从虎，妖狐妙计的天书，云从龙风从虎。这什么傻歌啊，我唱不了啊，我在满汉全席一直走的是高冷男孩的人设啊，这种神经病的歌我是不会唱的。你们可以推荐给别的其他的老师啊，因为我的人设在满汉的定位是高冷男孩啊，冰山男主高冷男孩这种人设啊，这种神经病的歌我是不可能唱的啊，所以说你们可以推荐给其他的歌手老师啊。肚子不要脸想翻来，天门开地门开，你是谁呀、啊、我是他爸爸。爸爸，我是你的真爸爸。爸爸，我才是你的爸爸。爸爸，我才是他爸爸。我是他爸，我是他爸，我是他爸爸，我是他爸爸。别吵了，这些爸爸，别吵了，把这些爸爸送回去。怎么一个爸爸也没了？你们都给我变鸟，变好多好多的鸟，变各种各样的鸟。我就喜欢变给我看，鸟儿鸟儿快出来，鸟儿鸟儿不出来，鸟儿鸟儿出不来，自己变鸟我飞。云从龙风从虎，员工让我学法术，云从龙风从虎，肚子上的鼓鼓，云从龙风从虎，妖狐妙计的天书，云从龙风从虎。云梦山有个白云洞，洞中可有天书，学会有大用，让我去看看，多谢老公公。现在去不得，那有员工要的香炉，升起彩烟。员工说是上天，要等彩烟一消散，员工进工脚回山。记住学会天书大有用处，记住黑白零八种法术。我真会第一回听啊，没听过，但是听着有点舒服的感觉，突然间。书你要学会这一部天书，乘二阳三为百姓运用自熟，记住不能上飘忽倒书，记住黑体必然降碎于我，记住千万不能指手玩忽，我一定记住师傅。云从龙风从虎，员
云层楼，风层火，肚子上的鼓鼓，云层楼，风层火，妖狐妙计的天书，云层楼，风层火，真不要脸想。不行，有点魔怔了，不能再听了，有点不对劲儿了，这歌我感觉。再听我就要进去了，我不能再听了，我要换歌了。再听就进去了，及时止损。唱首歌吧，聊了15分钟了，唱完再聊。自在，毫无关联的存在，直到你出现在我眼中，躲不开。我也占领你的心海，充斥着你的空白。为何出现在彼此的手，我又离开？只留下在心里深深浅浅的表白，谁也没有想过再更改，谁也没有想过再想回来。哦，我不明白，感觉表达爱是因为这和未来相信那胡言一摆。当天空暗下来，当周围又安静起来，当我突然梦里醒来，就等着太阳出来。为何出现在彼此的生活又离开，只留下在心里深深浅浅的表白，谁也没有想过再更改，谁也没有想过再想回来。哦，我不明白，我们紧紧相拥，头也不抬，因为不想告别就悄然离开。不用认真地说，都舍不得你，每一个未来都有人在。想过再想回来，哦，
打卡成功。D， 打卡成功。最近古风没有考进的新人吗，兄弟们？古风没有考进新人吗？嗯？没有。我也算新人了吗？我不算新人了，我没考过桥就来古风了，我还新人，操！别闹了，我没考过的时候我就来这儿了，我还新人，我都不信。一麦有群吗？没群，装上了，你搁这装上了，没群，我孤儿。拿水子抖包袱是吧，拿我抖包袱。这马汉老粉丝了，不会看我的资料吗？还问我有没有群，骗我啊，跟我俩玩光辉岁月，玩以前的思念的是吧。拿我抖包袱，没有群啊，我冲孤儿。最高的山我也答应他，最深的海我全都赢下，可是那批曾经不住。小哥说话好好听，对不听吧，我知道你们爱我，别太爱啊兄弟，别太爱啊，我是你们得不到的男人。你们是傻子吗？骑过的白马的满是飞驰马，勇敢的少年种着梦里花。纯度是新郎吗？新来的，昨天刚考着呢。他曾以为永不会哭啊，如果小哥多大了吗？有助理吗？嗯，没助理啊，我正想换助理呢，我想把眼宝换了，有没有说公平竞争一波可以私聊我来。没助理啊，没助理，眼宝上一秒刚让我辞了。哎，这个说到我点子上了，换助理，换助理来。我明白了飞翔的代价，他还能如此英勇。建群了吗？没建。握紧手中吉他，关上了枪林弹雨，一直下音乐当盔甲。向着太阳出发，就算有一天。哎，那天活动啊，我说实话，腾哥唱那首歌真给我惊艳到了。我那天真不是主持人说的客套话，他那首小日文真的让我有点惊艳。我说实话，就在我心里啊，就是我给腾哥的定位是一种什么定位呢？就跟曾江老师差不多吧，就感觉老了没劲儿了啊。韩文，哈哈，好啊 ，sorry， 哎呦我的！但念今晚啊，兄弟们，感慨还是很大的，就真的感觉，哇，他在燃烧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次烛火的那种感觉，油尽灯枯，拼尽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丝，这。把这首歌演唱的非常精彩那种，就听着既心疼又爽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们讲是为什么吗？腾哥他在我心里他一直是个病秧子，你知道吗？我来马鞍这么久，我每一次跟他说话，你们有录音的你们可以听一听，一整这咳卡的。嘿水，等会儿我开个门，我家来人了，水呢？等会儿回来我跟你唠啊。昨天，哎呀，这昨天，哎呀，下来喝点酒，这个酒我喝呢。哎，我吃点药去，我吃点药去，水子。哎呀，兄弟们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里感冒了，老难受了。昨天发烧38.9度，哎呀，难受死了，兄弟们。哎呀，没有好时候。
给腾哥发也没用，他老喜欢我了，给他发有啥用啊？捡救没用啊？你跟他捡救有啥用啊？他私下里老喜欢我了，操！你们吧就肤浅，啥也不懂。你们真不知道私下里这几个歌声老师多爱我，多喜欢我，真是。真的来满汉之后啊，感谢的这些大哥哥们真的有很多，因为腾哥也好啊，我家老头也好啊，或者白芝老师也好啊，有很多老师啊，很多哥哥们啊，就私下里啊就帮我的地方你们其实都不知道，但是我也不太方便说，不太方便透露，就私下里这些好哥哥们啊，平时表面上说归说闹归闹，私下里真的帮了我很多东西啊，就是为了我着想啊，为了我的未来也好，为了我的什么也好，真的帮了我很多东西，也给了我很多教导啊，就是说水子你不能怎么做，你不能那么做。尤其是腾哥啊，找我谈话了不止两三次啊，水子你那个嘴啊你管管，别老说话那么太直，我以前也像你一样说话直，后来吃老多亏了。他跟我说老多回了，要不就给我发私聊，要不就跟我就是打电话说那个水子话别老那么说，别老那么说话直来直去的得罪人。我说我就这性格，哥你的性格得改改，你改改，我以前也像你似的得罪挺多人，但是咋说呢，你这性格都挺喜欢你的，但是你说你这性格你不爱得罪人吗，老爱说话就这么着。我找补啥呀，我跟你们好好唠嗑呢，我有啥可找补呢，我胆儿都多大了我还找补，我有啥找补。我没啥找补，我这狗嘴里边我也不可能天天说乱码七糟的话呀，我总归得说点实话吧。你知道最可怕的一点吗，就我说实话没人听没人信，你知道吧，还是感觉我开玩笑，还是感觉我跟你抖包袱呢。几个好哥哥呀，你们自己看啊，你们都知道。反正别人我不知道啊，我罐上那段时间里我们家老头笑的是最开心的，哎，每天定点给我发一条消息，消息里边肯定是带笑声的，你们切记这一点，我是没想到的当时。哎，那老头太准了，天天水子咋样了，水子咋样了，好没好点，咔咔咔开始搁那乐上了，咱也不知道他乐什么。想到了高兴的事儿，可没准是真的想到了什么高兴的事情，我个人觉得。嘲笑啥呀，他嘲笑他这两天不难受吗，我昨天晚上还嘲笑他呢，我说哥是不是让人打了，打完之后你拿赔你的钱你去吃烤鱼了，他咋回答了，哎，我妈到家了，我跟你们再聊一会儿我就去弄饭吃了，兄弟们看他咋说的了，我说哥听说让人打了拿着医药费去吃烤鱼，听他妈张吊吊天他妈烂烂扯，扯淡撤了兄弟们，你们也该吃饭了啊，到点了，我撤了，我弄饭去了，拜拜。妈到家了，龚女士到家了，我得盛饭去了，拜拜。